16号，星期日，超支呼吸，一只行做小的超超乐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一只行，一只行是什么？水面展。水面展哦。还是拿面展？好，那我们今天要来做小的超超乐，先介绍奖品。小的贴纸15张，鬼面之刃卡贴3张，角落生物铅笔5支，猫咪贴纸6张，贴纸4张，小市民贴1张，沙画1个。今天的封面是大耳狗，那我们就来开始做吧 ，Go！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来放礼物喽。我可是做了好多年的经验。好，放好啦。涂胶水。是。这么快啊？这个打开，要不要到学校涂胶水要几秒钟？1秒，还没，我都涂完胶水，纸还没有拿出来。拿出来了，看，快动！好的，可以了。你那边你拿。你看对好位置了，妹妹看有准吗？这张比较大张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过去一点。你可以过去一点。啊，这边有那个，好好好，这是纸这么厚哈，对不对？哎，不对，这是 Hello Kitty 的家，大人。大人 Hello Kitty 哈。好，画吧，啊，看画吧，没什么了不起。妹妹，快点来画。那个轨道是对的。咦，那是我酒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，点赞我下面点赞是炫彩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